钱在哪儿吃饭？嗯，我听说这个餐馆很好吃。好，我们应该试试。喂，哇，你们好。好。喂喂喂，几位？哦，喂，几有几位？对。两位。谢谢。哎，你今晚想吃什么？哦，你有没有特色菜？嗯，我们有很多的特别的菜啊，就是菠菜豆，豆腐汤，好不好 ？Hello 。除了特色菜以外，你有什么其他好吃的菜？好吧，服务员。啊，我。什么？好吧。我也觉得，煎碗牛肉很好吃。好。好。好。啊，非常不好。哦，我需要减肥，对，很多的糖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听说西兰花牛肉比较健康，好不好？好吧。哦，我也要点冰淇淋，好不好？我以为你想减肥。冰淇淋，不靠的生物，好，很好，这是你的冰淇淋，谢谢，这是你的菠菜豆腐汤，谢谢，这是你的。西兰花牛肉。对呀。谢谢你。我要吃我的冰淇淋，好吧？我要吃我的西兰花牛肉。很好。哇，筷子很好吃呢。对呀。我应该一起和我们的汤行不行？行，好。好。哇，这个汤很好喝。对，非常好。非常很好，很好。五分钟以后。我现在不舒服。对啊，我的肚子很痛。为什么？服务员，我为什么不舒服？哇，是胃镜啊。好，很好，很好，谢谢。